那边有一个像滑雪那个似的，咱们就过去看去。行。看咋了？咋的了？眼睛。哎呀，我捂那么严实。他可老兴奋了，老高兴了，好不容易出来放风。哎，不是那么出溜的。走啊！这，站起来。高俊明真是个淘小子。2019。这里面滑，咱先扶点啊！溜滑滑倒了，这玩意你别进去了。嗯。你敢上吗，俊明？换别的吧。不是，我让我姐夫演示一下，我再上。我抱他一块演示，下去。踩着一直走过去。这还不简单？不是走的，是大家骑着荡秋千的吧？是吗？就是闯关的。别起来啊！爷爷吧，前面那个可难了，就骑着那个。哥，你敢走这个吗？啊？这个。你们一会儿找我试试，那个操挺有难度啊。那个容易跑。宝贝也真是愿意出来玩啊！哎呀，这家伙，他俩刚才没看着的，嗷嗷叫唤。呀！这轱辘挺热乎。挺热乎。呀呀，好好玩！谁在上晃？好好玩！前面就不能晃了，前面容易卡。哎，到这儿了，还晃呢！妈妈，再晃我就掉了。给舅舅卡掉俩大门牙。啥？啊？咋爬的？这抓绳。哎呀，这个是你这么高身高的玩的吧？加油！什么加油？加油呢？自己喊加油！加油！不行啊，进不去。哎，不对，这你能玩，这你能玩的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宝宝好不好啊？宝宝老兴奋了。加油！你今晚回家别尿炕。你太胖了，进不去。哈哈哈！好好玩。别爬了啊，好好走。爸，赶紧过来。爸呀！找啥？爸呀！啊！哈哈哈！啊！那快点的。把我站上了，不是你把那个领朝外面，太脱了了，他的裤子，哎，不是他先下来试一下，好玩吗？太刺激了，老好玩了。上去啊！那你抱宝宝玩这个？宝宝玩不行，宝宝得玩那个。刚开始没开始劲往下滑，使劲往下滑更快。嗯，你看那种脚一直蹬着嘛。啊，我滑太滑了，好不好？好玩不玩了？啊？走啊，回家吧。走，上车着。哈哈哈！一边上上车就急眼呢。走啊，回家呀。还玩啊？就懒得你会人。真心玩不？老好玩了。
走吧，上车吧，走吧。这车暖和暖和。不上车，不上车。把这也行，等会儿啊。